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危险！啊？有个溜滑梯很危险。溜滑梯很危险。哪边？好，上去哦。你不要溜就好了。那我有溜。啊？那我看看多危险。好。我看看。上来。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这里好漂亮。这个绳子。好美。哦。从这里溜下来啊，可以溜吗？不行，太高了。这个可以啊。可以溜啊，就没关系。这绳子呢？绳子是假的，有点怕。绳子可以溜看看，你坐下来看看。那可以抓绳子。不会，你第一次做就会怕，第二次就不会了。看看，吃看看，手可以抓住。这个不会掉，这个也有保护，不会。多多多多用看看。手抓住，手抓住。我觉得亏我了，你不好，你把我夹住。手要抓住，这个为儿童设计的，不会有危险吧？那不敢就不要了，不敢那就走楼梯吧。我走不下去。为什么？不要。不要怕，不要。如果怕的话，就溜不下来了。那就从这里呢，这里有楼梯，从这里，从这里吧。这里有楼梯上来啊，你看，这里有楼梯啊。快点抱我下去。你走下来啊，我怎么抱？刚刚从楼梯那里走，刚刚从那里走。我怎么下去了？我真的溜了，溜完看不怕，加油，你可以的。你知道吗？这个是绳子做的，就到处都可以抓。1、2、3，拉开我，勇敢一点。我拉个衣服不行吗？好，拉衣服拉好。2，勇敢一点。3，你们的妹妹已经受伤了。为什么？哪里？我妹妹在这里呀、啊。我妹妹在这里耶。我妹妹在这里耶。她那个妹妹要那应该不是我的，那不是我的，那别人的。谢谢。忘记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那我妹妹在这里。抓住，抓住。我又不好的。抓住，抓住。很棒，我也有勇气来溜滑梯了。有勇气了，看妹妹做就有勇气了。对。好，出来了。我准备下一把。你不怕？出来了。耶、yeah! ，成功了！